One, two, three. OK， 精彩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Hello， OK， 精彩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许维洲。瞎忙，我在出专辑，然后景瑜在拍戏。你看我们大忙人，太忙了，都不知道忙瞎忙忙抓不到他。以后有机会可能会试一下。那肯定了，他这么厉害在音乐方面，我肯定让他帮我那个写写歌啊什么的。我就给你打九折吧，你给我打15折啊，打15折。我好像瘦了很多，我好像黑眼圈更重了，每天多了好多快递，每天打电话，喂，送快递送快递。不是啊，就他们打电话跟我说是以送快递的形式给我打电话。有一个女孩给我打电话，喂，是徐州吗？我说是啊，他就啊，他就挂掉了。应该电话掉了吧？哎呀，电话掉了，好几千条没有，都是好几万条。那是一个好东西，真的是值得。很多值得你拥有，瘦小的呀，或者是体力不是很好的人去练习，这个在各个方面，一是可以强身健体，二是可以保护自己嘛。我的 muscle 很 man， 我浑身上下都是肌肉，都是爷们儿的气息啊，都是爷们儿，都是金鱼肉，主要就是合得来。就是看着顺眼，合得来，就是喜欢那种可爱的，然后懂事的，善解人意的女孩。情人节快乐！啊，没了。情人节还是？情人节快乐！这是我们和 OK 一起准备的一份礼物，送给大家，祝大家越来越美。嗯。